走走走走走，今天来了两位，真的是千里迢迢过来的啊，东北过来的老哥。上次在直播间买了一个片料啊，可能有点美颜啊，今天准备拿过来压一下啊。颜色的话肯定没有视频里面好看啊。视频里边是冰村紫罗兰，最主要是旁边有裂啊，你说不压的话也没办法补救啊，拿去给他压，走吧。要排队吗？有点裂，能不能往里面弄一点？弄也没用，你就裂都进去的。你要么就留厚点，要么留薄点。五六五七可以带吧？五十把吧，这个可以做五十八，这个做58，这个可以做56，有一公分。那56可以。就静态片刻啊，大哥发财了，马上发财，压出来，然后我们去对面，我们天天都在对面抛光的加工的夫妻。一大道裂啊，裂透了，没办法，这个也裂啊。裂的都裂透了啊！多少钱，老板？6块。六块，还是很划算的。老板又发财了，我又来了。这两个帮我磨一下，加急，今天要磨出来。有裂，像这旁边倒角的，能倒给它倒了。确实太裂了啊、哦！那裂也是手镯呀，100啊。多久能好？8点钟来好不好？哦，能不能加快一点？他这个是外地的顾客，他今天要走。快到6点钟吧。6点可以啊、哦。那我6点过来拿，那我们就把这个手镯放在这里压了啊。我们现在带他去机雕工厂给他压两个山水牌啊，智慧地陪一条龙服务，压完手镯再去压挂件，练五个，等会再带你去淘货是吧？专业智慧地陪一条龙服务，这也算是及时止损，交学费了，以后不如在五哥的直播间多买买成品。这话说得好，多买买成品啊，让我赚一点。9000块钱两个啊、哦，确实出不了手镯就是废的，能出手镯还算可以，出的手镯有点裂啊、哦。发财，老板，这两个帮我压一下，你想压啥？山水这块你感觉 有必要做吗？没必要做啊、哦，那就不要了。这个做个山水呗。做山水给开开吧，做一个的话只能做龙牌，做一个龙牌也行，玩出龙牌。那就做个龙牌呗，你再找个图，就它了。就它了。多少钱？好的，200一个吧。啊、哦，行，好了告诉我啊。走了啊，谢谢啊。那现在去干嘛？扫货。你想找个啥？男孩带什么豆子比较好？一般豆子、叶子什么属于女孩子带的，我可以给她整个平安扣啥的。反正就一个平安扣。那只能去找毛货，还是你要找成品啊？随便了，看你了。啊。大概预算是多少？小千，喜欢中间也可以。我喜欢那种看着就是很通透、很干净那种的，完稍微厚一点。哦，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厚一些的，但是这个好像棉太多了，这个棉多都贵啊。老板卖的多少啊？它这种是墨西沙敞口的，所以它有这种棉很正常，你要厚一点，要这么冰透的话确实要贵。这个总还好一点，这就不便宜了，这个就不便宜，这个都是要万的，几万。这个漂亮，这个喜欢。小千有没有机会？没有。实价你再少一点，我也爽快人。那5000吧。3000吧。就这个5000吧。这样直接给他还吧。爽快点。4500，能走走一个，不能走就走了，不然我就走了。哎呀，不回来了。啊，对了嘛，我高高给了，现在行情寸寸啊。不开个张，我跟你说。差不多，这个就5000-6000，随便要的，平飘花的。好，谢谢阿姨啊。不行，我要配个声。紫罗兰的4D豆。实价。也是6000。哇、哦，这看不到啊，这能看3000的不得了了。这样弄一点，这里有点起光了。我拿这个也挺好的，这个再便宜点，这多少？他就要这个，3000卖不卖？哎呀，刚才有赚就漏一个了，考虑一下了，不卖就真走了，3000。给你，那边往上，这里都有点局部震冰了，这里有震冰。谢谢大姐啊，有没有带哪儿就是拴绳的地方？后面、啊。帮我拴个绳，自己带的还是宝宝孩子带的？都带的，宝宝5岁，绑绳好不好？这个绳10块钱，这个确实软一点啊。那、用这个，很柔软。来，很漂亮的，满意，太满意了。再给垫一个，也是小朋友，这个颜色的配套不？可以。啊，谢谢，非常满意。现在看手镯是吧？看手镯，走。多大圈扣啊？5850。2000多难找吗？啥要求啊？也不懂啊。那差不多就行了呗。5859的有没有？小千的有没有？好、哦，有啊。59的。6000。小千啊，老板。这条看那种吗？这条可以啊，这条卖的多少？6000。
细一点的，这样你要细一点的，这条也还行，糯化飘花有点胶感，这条4000，还行，你看一下，这条肯定总是比这种的要老，一两千的在哪里？后面，这也不像一两千的呀，没了，只买这一条，真的。哥，这条58的差不多，这条大概开5000多，很有性价比。这条就没有那条好。嗯，刚才那个还可以。谢谢老板，我再逛一圈。不行就回来拿这条，这条便宜一点，给我算便宜一点。老板有没有59的呀？5859的。也没有13。小千，这条还多少？6000。还有吗？这条紫的是吧？这条4000。墨种带紫。它这个口呢？挺漂亮的啊，这个有颜色吗？好不通透啊！哎，你想通透又想几千块钱去哪里买啊，哥？还有没有？这边都是，你看一下。你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？30多岁的，带给老婆买的啊。像这些都可以啊。这个还是蓝底的嘞。这个咱俩差不多。啊，这俩差不多。这个还差不多。这个，这卖的多少？这个4500。4500，这一多少？看多少？一口价2500。爽快点了，要不给他加一点，爽快一点，3000，能出出，不能出走了。给你吧。对，你给我看一下，没有什么裂纹什么的。没有明显的纹裂的，那这个就糯一点。健康平安哈。谢谢啊。那就等那个手镯压出来了。好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发财啊，快点，好了没有？很速度嘛，还挺多裂的。这里一条裂。对啊。这里一坨，没事，勉强了，将就了。这条大的，这条就是那条更差的。哦，这里裂太多了，那没事。哎呀，留作纪念，留作纪念。多少？200了。下次过来要给我便宜。走了走了，准备回去了是吧？准备回去了。那行，谢谢五哥了。哎呀呀，客气客气。今天五哥忙碌了一天。没事，都帮又给我们讲解，又帮我的老婆做货，又给我的孩子选货，确实谢谢啊。没事，大家不要被坑了之后再想起老五。行，平时多多支持老五的。哎呀，这个是实话，这个是实话。今天辛苦你哥了。没事。机会到我们东北。可以啊。没事，就直接呼我就行了。OK， 招待好。没事，小问题。